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要介绍咧系我哋 Cashew 肉磨系列嘅护发素嘅。咁我哋嘅护发素咧，出文咧就真系唔止护发素咁简单嘅。咁咧其实咧佢系有去到咧护理嘅效果嘅，唔止咧令到你嘅发丝咧会变得柔顺啦，冇咁容易打击之外，佢仲可以咧搽埋喺头皮度嘅，咁可以令到一啲保湿嘅成分啦，或者抗炎成分咧可以渗透落头皮，亦都咧有助于咧你之后嗰个 step 搽肉毛精华嗰时咧更加容易吸收嘅。咁咧可以见到啦，一支咧可以用好耐嘅，咁同埋你支出嚟咧见到咧佢都系比较浓稠嘅，咁可以咧好顺利咁样咧好丝滑咁样推开，咁咧其实就好容易咁样咧搽上去头发同头皮上面噶啦。大家可以去我哋 social media 了解更多。